大家好，我是一龙。看到现在这个开场，躺在床上，我那么丑，就知道今天是一日 vlog 系列。但是，其实现在已经12:30，只剩下半天了。但是我平常就是这样，我就是睡到中午，所以我只剩下一半的时间，而且我也没有要干嘛，很无聊。但是你们又很喜欢看，哇，眼睛终于打开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平常睡觉起来之后，我的娃娃都会在地上，这个直接给我骑在上面，是这样。刚刚我下去刷牙的时候，然后遇到我妈，我妈叫我陪她出去，所以现在要整理一下陪她出去。我们来到了女人最难的一个环节，选衣服。我换好了。顺便跟大家说啊，大家不是都很羡慕我很瘦吗？但是我觉得瘦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的裤子就算买最小都还是很松，很不适合这个腰身，所以就需要搭配皮带。而且皮带是不能搭配那种只有几个洞，要整排都是洞才能，就是你看它整个都是洞才可以刚好有洞可以穿。然后你在穿这个绳子的时候，你也要穿到整个到后面，我觉得这样感觉很厚重，很丑哎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。你们会不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的衣橱里面有一块砧板？砧板就是拿来折衣服的，因为它可以让衣服的，就是你只要折衣服的时候放在中间，然后按它的形状折，你的每件衣服就会一样的形状，然后这样比较好折，就比较好叠起来。生活智慧王。刚忘记按计时了，所以衣服到底洗好了没？我也不知道哎。12:30应该洗好了。你现在要叫我上去，把衣服丢到烘衣机，因为他现在在上课。我刚忘记按计时了，而且我妈真的很累，她约我出去的，然后也是我这边等她，然后现在又要来换衣服。我们终于出门了。你好胖啊！你不要看到我啊！你不要看到我，真的很胖。你怎么办？每天都睡到12:00才起床？因为我太早起来，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来跟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我想听。你一定要听啊！你是第一名。我们家现在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比赛，就是惹妈妈生气。然后一个礼拜，一天就是12:00之前结算。然后前天就礼拜一，我弟弟第一名，还是爸爸？反正我就是很落后啦。然后昨天好像也是爸爸吧。然后今天我妈做噩梦，梦到爸爸，然后爸爸又突然第一名了。然后现在要赶快追分，要赶快惹他生气。至少有一天要第一名的吧？7天里面要有一天第一名的吧？因为我怕。爸爸明天就回来了，我怕后面就被他整个占据，整个霸占了。那排行榜很难追欸。我这是你们是以气死我为乐吗？对啊，我保险没有保很高欸。刚去洗车，然后好就是刚好遇到我的同，就是高中朋友在那边工作。然后我本来就想说，等一下他在帮我们擦车子的时候，就是跟他合照，就是这是一个桥段。结果我妈竟然跟她说不用擦，我那时候就跟她说要擦了，然后她还说不用擦，她真的很雷耶、欸！我现在真的很生气。我没第一名。下雨干嘛请人家擦车？你下雨干嘛洗车？啊，不然你就叫他来我窗户这边让我拍下嘛，就直接说不用，然后就开走了。啊，对哦，他在哪里？因为你太生气，我太害怕了。这边，你是整集的效果哎、欸。我妈下车了，应该是连她的蓝牙，所以我现在没有音乐。
到雨刷。哎，好快！该不会外面其实看得到里面吧？啊，你156哦。他量说压到我头，压扁我的头，最少158好不好？那你50公斤哦？骗人啦！气我啦！怎么样？不可能50啊！Women， 你要不要吃葱肉饼？葱油饼啊？葱肉饼。喂。喂。好，拜拜。好。我要吃一片，我要吃两片，所以总共要五片。然后喝霸奶茶八分糖士兵。不霸奶茶八分糖士兵。政治葱肉饼。我都只用我到家了，竟然就这样结束了这样莫名其妙的一个行程。不可以看到啦，你可以别动画啦哦别动画啦大口味喝啦啦没事来，握手，换手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打麻将的环节。我已经洗完澡，然后敷完脸了，也吹完头发，但好像有一点没干。我这边长了一颗痘痘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哦，按赞、订阅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拍一个假掰上床睡觉好了。没事。